这就是你的孩子。为什么不先杀阿正呢？不够疼。你好，这地方不能停车。好好，马上就走。把车开走。嗯。现在正在医院抢救呢，很严重。郑总，
轩轩，你先别着急，医生正在全力抢救，你爸他一定会没事的。那我爸咋还能行过来？放心，你爸爸一定会没事的。郑伯伯向你保证。 当时什么情况啊？这个凶手特别狡猾，反侦查能力也很强，我差一点就追上了，可是还是跟丢了。歹徒光天化日对警察开枪，一定是早有预谋的。我已经向市局汇报了，接下来会全市搜捕可疑人员，地毯式排查。郑所，让我也参加吧。不行，你是省厅派下来学习的，你又太年轻。 这个案件太危险，我要保证你的安全。可是，所长，刚才市局负责刑侦的刘副局长来电话了，他们半个小时后到咱们所里。走，回所里。这两位是市局刑警队的同志，主管刑侦的刘局长大家也不陌生，都是老朋友了。刘局，开始吧。好。 根据目前我们现在掌握的线索，这是一起有预谋、有目的的恶性枪击案件。这是弹道专家刚刚传过来的数据分析。嫌疑人使用的是 USM-191A1型0.45口径军用手枪。根据监控，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，嫌疑人身高1米78左右，穿深蓝色上衣，有胡须。目前没有办法确定。 其真实身份，我们要加大这个区的排查力度，从外向内缩小排查范围。是。阿征就在这家医院，不过有警察。 不好下手，那就让他再多活两天。阿正，你疯了！姐，快走啊！姐，快走！ 安排好了，国内这边你放心，我会安排好。已经吩咐手下去寻找阿征，一旦找到，就按你说的办。好。